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， 今天就教大家做一个最近红遍网络的甜品，来自西班牙的巴斯克芝士蛋糕。原来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了，即刻看什么材料先啦。虽然卖相咧就比一般的蛋糕冇咁靓，但系佢琥珀色嘅表面都是佢一大的卖点嚟噶。我即刻试下味道如何啦！蛋糕的芝士味道好浓郁啊，而且口感咧就比一般的芝士蛋糕湿润。估唔到咁简单就整到，大家都快啲试下啦 ！Yoo-hoo！